进来。小白哥，有事？首长，总部来人已经接管了神和庙，并对整个庙进行了搜查。经过搜查发现，这个定河道人真是狡猾，在逃走之前将国民党与土匪联络的机密文件都烧得一干二净。狡猾。另外，我在那个被毒害的小道士身上发现了这个小本子，这是小道士进入定河道人联络土匪的密码本，就是这个小本子，里面还写着各个山头土匪的接头暗号。好，有了这个会对我们的剿匪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小白哥，这回破获土匪的密码本，你又立了大功。嗯。快，命人马上将这本密电码上报给团部。要快。接的这是什么破差事？这冰天雪地的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穷庄户，这摔死在哪儿了？哎呀，这就算咱俩倒了八辈子霉。要不咱上哪儿抢点东西得了，去去这会去。哎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哎，走。这样的，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老婆让的，放手！哎呦，还是个女的，这趟还真没白来。姑娘，走吧，跟我上山吃香的喝辣的去。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土匪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我就不信了，今天弄不了你，一天上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子荣，前头有情况。走，上去看看。好。老百姓，别客气，小心别伤了老百姓。跑不了了吧你？住手！住手！哎，大德，我们还要侦察任务，不可恋战。就是这里。
真累啊。是啊，啊，老规矩就行。啊，快点，我们赶路呢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小二，哟，哎呀，有贵客到啊！哼，客官，最近风声紧。这最近大雪封山，生意不好做呀。我说这货呀，都进不上来。那就收定了啊，等你再带回来，一起接。哎，好。小二，东西都拿好了。哎，路上小心。我要的房间准备好了吗？早就给您预备好了。您里边请。天子一号房有人等。姑娘，刚才没伤着吧？没伤着。谢谢两位大哥出手相救。姑娘不必客气。姑娘，我想问问，你一个人在老林子里打猎，像今天这样遇到土匪多危险啊！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不打猎吃什么呀？那你们又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也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？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来这老爷岭打土匪的。哦，解放军的军装就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，很威武吧？我们来到这深山老林里啊，就是为了帮助老百姓的。解放军呢，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。真的吗？嗯，你们真的是解放军？对呀。我听说过你们的。我也要去打土匪。姑娘勇气可嘉。哎，我可是有功夫的。那刚才你们也看见了呀。嗯，看来这土匪把老百姓害得不轻啊。我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啊！我们一定会剿灭土匪的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说不定我能帮到你们。我们要去夹皮沟。你们要去夹皮沟啊？啊，就，嗯。崔雪儿！崔雪儿！我老爹来找我了。嗯。爹，我在这儿。崔雪儿，崔雪儿啊，爹可找到你了。爹，这两位是解放军呢。哦，嗯。刚刚我遇到了两个土匪，要抢我辛辛苦苦打的袍子，多亏他们救了我。哦。多谢二位大舅。爹，他们要去夹皮沟呢。哦。一壶祥云盖顶，半盏紫气东来。还请夫人恕罪，事关机密。无妨，是该谨慎些。小人是奉定河道人之命，专门来送此信的。定河道人千叮咛万嘱咐，信中内容极为重要。那定河道人他现在何处？定河道人他现在在九标的野狼坡安顿，暂时无法出山。啊！我亲自跑这一趟也是为此事。啊！那这是侯专员的亲笔手书，托我转交给定河道长。那正好，你就把这手谕直接送过去吧。
记住，中途不许有任何差池。最近有什么威虎山的消息吗？没有。跟威虎山的兄弟们说一声，我来过了。是。夹皮沟，夹皮沟。老人家，夹皮沟现在的情况，您给我们讲讲。我们父女俩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夹皮沟了。夹皮沟现在还是经常遭到土匪洗劫，情况复杂。不过，你们想要了解夹皮沟的情况，可以去找一个人，李永琪。太好了，李永琪，那这人现在在夹皮沟吗？对，你们可以去找他。我们要怎么找到他？夹皮沟的乡亲们都认识他，他性子耿直，是个热心肠。他答应办的事情从不食言。真是太感谢您了，老人家。二位出门在外，这一带土匪比较多，一切小心呐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等你们打跑那帮土匪，我们才能回到夹皮沟呀。老乡，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接回夹皮沟的。203提供了这份密电码，对于我们破获土匪情报大有帮助。有了密电码，土匪的行踪就全都暴露出来了。我们不光要破获情报，还要主动制造情报。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份密电码，支援小分队在前方的剿匪工作，主动出击，搅乱土匪的破坏计划。王团长，你怎么看？正发愁怎么引出九彪，一举歼灭他。机会来了。打土匪要运用组合拳。组合拳？黄科长在海林镇以假身份配合你们。是。双管齐下，左右开弓，让这帮残匪无处可藏。顺藤摸瓜就能把土匪的关系往连根拔起。土匪凶狠狡猾，让小分队保持警惕。明白。怎么样，考虑的如何了？现在可是最好的时机，除了你没人知道，也没人有这个胆量。你要是能够带头偷袭解放军，绝对是奇功一件呐。不行吧，解放军刚端了奶头山，这势头正盛啊。不行不行。在老爷岭这片活动的只有小股的解放军，没多少人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不是我不想，是我这百十来号人真打不过解放军，那都是三脚猫的功夫。
这强抢穷庄户还行，打仗真的不行啊。哎呀，咱们可以巧取啊，只要把他们瓮中捉鳖。我报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，不好了，出啥事儿了？报告当家的，弟兄们刚刚在山脚下抓到一个人，口口声声说要见定河道长。哦，找我？这会是谁？是个男的。哎，那就带上来吧。啊，把人带上来。是，带上来，带上来。挂起来。道长，是我。是你啊、哦！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这是我的手下，啊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道长，这是侯专员的手谕，蝴蝶谜让我转交给您，您过目。传令。野兰坡九标命令你部择期出兵加攻黑瞎子沟小谷共军，我另安排威虎山配合你部行动，口令为坡上山下，以三堆火为号，侯殿坤。你看看吧。嗯，哎，这都叫啥事儿啊，这是。又不能不给这定河老头面子，哎，算了，只能先应下来了。嗯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听从侯专员的安排。嗯，来人，把江老三给我叫过来。江老三，我命你即刻下山，打探解放军的具体情况。尽快把情报报上来，我等着你的消息。是。把头抬起来，你赶紧老实交代，最近都来了什么人？长官，小人就是个跑堂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这个大车店到底谁说了算？哼，小人真的不知道啊，这里隔三差五的有威虎山的人来，也经常来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被威虎山的人带走，老板常年不在，一切都是小人在指引。除此之外，小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好，你坐下，咱们就来聊聊威虎山。啊！